赐像我这样罪人，也蒙保全救赎的恩。主为我受痛苦鞭伤，也为我死在十架上，其救赎，获得了冠冕。
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要依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是的，我们的天父爸爸透过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时刻与我们同在，只要我们祈求，他必回应我们。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唱下面一首歌，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。手不能做每一次祷告，有神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烈火会闪你。主，我是软弱及无助，你却是我的力量，以你亲切的手印是我的歌声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祷告着的事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歌声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烈火会闪你。手不能做，每一次我祷告，歌声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烈火会闪你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祷告着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，每一次我祷告，歌声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手不能做，每一次我祷告，歌声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烈火会闪你。
不能说不能做，每一次都够让生命如意道路被铺平，是烈火归于山林，是烈火归山林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你拣选我们，你是满有怜悯与恩典的神，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，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得力量，完全的仰赖你，信靠你，将自己完全的摆上，做你所喜悦的儿女。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主圣名，阿门。